大家好，我是吴婉润。现在我人准在台场啊，就是每年 TF 会来的地方。现在在他这个原本这个户外区这个停车场啊，现在要举办这个 Low Face。这 Low Face 这个户外舞台，就是以前看的影片都觉得很闹，因为真的户外阿尼库拉那个人超级多的，然后影片在那个 YouTube 点击率很高，我觉得哇，好像该朝圣一下。Low Face 每次办的时间都是在这个黄金周，黄金周真的是。机票比较贵，然后什么都有点贵。2020本来要买到机票，本来要来，可是就卡到疫情，后来就作罢。他是算真的比较有机会可以来体验一下了。说明一下 ，Row FS 这活动本身是不用钱的，需要付费买票的是，里面有一个户外舞台，每天有不同主催。今天这场杂费加一加，大概一般票约3900，在门票内再付1400元的餐券。啊，如果餐券1400还不够，还得来外面这边买。里面的消费好像是需要用餐券去。购买的有料区就在入口处的右边。哦，里面就是舞台，哦，里面有官方的物贩。哎，这毛巾蛮大的，买一条毛巾，就它那个价钱好像是不含税吧？对，含完税这个是2000元。进到这个 Low Face 的会场啦。那 Low Face 呢，就是名为就是 Low Face， 就是举办这个烧肉祭典，可以看到。后面那边非常非常多的肉的摊位嘛，啊，当然除了肉摊位也是有其他一些小吃的摊位啊。大家那边买完肉，然后可以到那边的桌椅去吃。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有人在 stand by 这边，这边是等一下他们的无料的 DJ stage。啊，他就是从礼拜五到礼拜一每天都有无料的 DJ 活动。前排是 VIP 的。然后今天全场都不行乱丢三等三个果冻。
Fest 的活动会场。原来站在这边真的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现在才发现。今天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露 face 的红墙在这里，然后看一下这个是台场的天桥，然后我们往后看一下这个周边这条人行道摆满了这个种吃肉或是杀生不好的这种标语，这样感觉超级讽刺的。除了这边之外呢，这边是摆满整条，然后一路摆到会场的门口，伸到活动会场的门口。